谢亚，是我唐倩，阿文，嘉云，请进，请进，快进来。你们想喝点什么？我喝一杯茶。我喝一瓶可乐吧。我也要喝一杯咖啡吧。这杯咖啡怎么样？怎么这么不好？今天怎么样？我今天真不好，因为我每天很忙。你每天有几节课？我每天有四节课，可是每门课有很多功课。七点我就起床，我起了床以后没有吃早饭，没有洗澡，只有去上课。中午以后，我常常没吃午饭，因为我得做功课。我只吃晚饭，吃了晚饭以后，我就要睡觉。可是我有的时候不可以睡觉，因为晚上一点，我的朋友们就要喝啤酒，喝聊天。对不起。没关系。我也很忙，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中文课有一点难，要是我练习一下，我就考不好中文。为什么中文课怎么这么难？因为中文课有很多生词，中文课的语法很难，写汉字也很难。所以我是中国人，我请帮你练习说中文。什么？谢谢。你们想喝点什么？我喝一杯茶。我喝一瓶可乐吧。我要喝一杯咖啡吧。谢谢。谢谢。谢谢。没关系。Wait. You have to say. Damage. Maybe I'll see. We should probably redo that. Wait. You have to say. Damage. Maybe I'll see. We should probably redo that. Talk to you. Damage.